我这边呢，我要特别来跟你澄清一个观念哦，就是我们说负能量哦，负能量，负能量，那是因为在过去的故事里面呢，曾经塑造的哦，那一出戏哦，我们跟对方啊有所过节，有所亏欠，有所牵扯，所以呢，因为戏没演完。所以呢，不管啊、哦，我们的这个对手戏的这个对手啊，他是不是投胎在今生，我们的今生，还是他还没出生，啊、哦，还在灵界里，啊、哦，那这些呢，只要跟我们有因缘，就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啊、哦，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戏台里面已经出生的，啊、哦，也许对应。哦，我们这一辈子跟他要结为这个夫妇的，结为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啊、哦，结为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，点点点点点，哦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哦，没有因，他绝对不会有这个因缘呢、啊、牵扯在一起。那我前面在讲这些道理你都懂、哦、但是有个道理我没有讲得很清，所以也许你还没了解这其中讲什么呢、哦、比如说有些人、哦、这一辈子跟另一半人是这个欢喜冤家，是的，这还算好，这还有欢喜两个字，是的，如果是冤家没有欢喜，是吧，那就很难过了、哦、那有些人就在想，哎呀，这辈子遇到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啊！这辈子过了以后啊，永远不要见到你哦。那你要知道，你跟他的相遇，你跟他的因缘际会的相连结，这连结多久，这还得看你们之前结下的梁子有多深，是不是？或者是你们两个之前啊、哦，这个好事有多少？所以后面呢是决定呢，只有这一辈子呢，还是要来多少事，是吧？来个一世、两世、三世，还是来七世，是不是、啊？好像小说里面写的，是吧？七世夫妻，哦，这些呢都不是神话，这些都是有凭有据，好、哦。那你说好事呢也就罢了，是吧、啊、你说这个夫妻缘一次一次的好，那也就罢了。如果过去你跟他这个梁子结的深，比如说你亏欠他或他亏欠你多了、哦、这个戏码算一算一世还演不完，所以在投胎的时候呢，冥官就说让你们有个三世，是吧，体验一下、哦、当时你对他的不改，这一结结了三世孽缘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辈子跟他过不去，他也跟你过不去，搞不好这一次完还有下一次，下次完还有再下一次，要来个三世，